网友们都在问视频里的七星连珠在哪，今天就给大家出一个标注版。日出前两小时，你可以看到每天位置都不同的月亮，行星中位置最高的是位于摩羯座的土星，然后是距离我们最远最暗的海王星，之后是明亮的木星和火星。同样遥远不能用肉眼看到的天王星并没有什么存在感，而之后出场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金星。试试看你能不能从晨光中找到水星呢？我是寻天者叶子怡，我的梦想是跟一亿人一起看星空，跟我一起许愿吧。